呢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虽然看起来小小的一间，但是里面可是内有乾坤，五脏俱全呢。那我要赶快进去拯救我的脸啦！你们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奇呢？那跟我一起进去瞧一瞧吧 ，Let's go。一个疗程哦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皮肤是有那个亮度，也有那个补水的。那我真的非常的期待，我们先赶快去试一下，好吧？来。好，现在我要跟你去角质。那我们的美容院的去角质方式呢，就不像以前传统的用蒸汽，我们不用蒸汽，我们用产品。那这个产品是一个木瓜酵素，那它可以适合全部的皮肤。它主要呢就是可以软化你的黑头粉刺，那么去你的角质。那么有如果你有一些的小痘痘还是青春痘，你会觉得有一点刺刺的，因为它可以跟你杀菌。那这个好处呢，就是说它可以做靠近眼睛，那眼睛比如说黑眼圈呢，我们可以跟你浅化。那为什么我们美容院不做这个蒸汽呢？其实证券上蒸汽给一些的干性皮肤跟敏感皮肤，它反而做了整个飞射出来呢，它的那个脸还是红红的。因为它的那个热度刺激到我们的细胞，所以产品是最安全的，它的效果也是最美的，就比较不会有负担啊。对，就没有这样多负担。好，现在我跟你去掉你的黑头粉刺。好，先看看你的皮肤。好，现在我就会给你做一个脸部护理按摩，那么我就用这一支，这个是打针哦。感觉好像打针了，对，可是它没有针孔。对，这个是hyaluronic acid， 它是纯的，我用这个来跟你做按摩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很亮，补水，也有结石的作用。哇，对，但它这个不是乳状的，它就是水状的，所以当我在按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一直会加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慢慢的揉进去。对，就是慢慢的揉进去，那它的效果出来就不一样。那你的皮肤干呢，它吸收就会很快。它没有味道的，因为它是纯的，它的味道就是没有那种花香的味道，都没有。这个是 Freshskin 的自己的产品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产品。那我们就会配合我们的这一个按摩，给这个产品完全的吸收进去。那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就会很亮很美了。那通常做这么一次，它效果可以维持？这一个的效果维持可以超过一个月。我的其他顾客是反应可以超过一个月到两个月。那真的是做了之后都可以直接不化妆了，出去其实真的是可以。真的是真的可以，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那个血液循环。那这一支东西我们自己也能够平时买回家用吗？这一支东西可以，但是买回家用的话呢，它的那个渗透能力不比在美容院用的效果来得更快。它就是普通的保养品哦。对，那么它就是给一些顾客觉得他不想涂一些油比较油的那些的乳霜啊，他就会涂这一个，因为这个是水状的。所以他们就涂了就会觉得比较舒服，这样子他不喜欢有黏黏的感觉。而且它一支就已经可以把你的所有整个脸部的问题都解决。但是其实在家不用涂到一支。在家其实这个一支可以给你涂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。那还蛮省的。对，只是这一边我们就因为我们要做按摩嘛，所以我们就跟你挤到完了。都会用完。它完全没有味道。所以里面的成分也是都很天然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孕妇都可以做哦。孕妇，孕妇是没有副作用的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 chemical 在里面，所以包括敏感肌肤对，一些
些超干的那种 eczema 皮肤做是最好的，它可以让你整个细胞重组，所以这一个的 serum 是不错的。那你的眼睛会痛吗？还蛮舒服的。要赶快来急救一下啦！那我们下一期的乐妃出巡再见喽，拜拜。